直播把7月6日讯世界杯八强开战在即，英超六大豪门一共还有42人尚存夺冠希望，其中曼城尽管有5人被淘汰，但存留人数依然最多，达到11人。曼城官推甚至不无骄傲的组建一套不错的首发阵容，而曼联和热刺则各有9人，切尔西7人和利物浦5人，随后阿森纳则只剩下了维尔贝克一根独苗。相关新闻，还有11人征战世界杯，居各豪门之冠。曼城官推组强阵，曼城被淘汰5人，还剩11人。京多安随德国遭小组淘汰，阿圭罗和奥塔门迪的阿根廷被法国击败，博纳多席尔瓦所在的葡萄牙被乌拉圭淘汰，大卫席尔瓦所在的西班牙被东道主俄罗斯点球击败。在剩下的11名球员中，除了法国后卫门迪，还有比利时双星德布劳内和孔帕尼，而巴西热苏斯、达尼洛、埃德森、费尔南迪尼奥和英格兰斯特林、德尔夫、斯通斯、沃克的阵中则各自还有4名曼城球员。曼联被淘汰3人，还剩9人，后腰马蒂奇是唯一在小组赛即遭淘汰的曼联球员，不过很快德赫亚和罗霍在16强战也先后出局。曼联为英格兰队贡献了3名国脚拉什福德、琼斯、阿什利扬，此外还有法国的博格巴、巴西的弗雷德、比利时的卢卡库和费莱米、瑞典的林德洛夫。热刺被淘汰3人，还剩9人，韩国前锋孙兴民是唯一在小组赛即遭淘汰的热刺球员，此后丹麦中场埃里克森和哥伦比亚中卫达文森桑切斯也被点球大战淘汰。热刺为英格兰凯恩、特里皮尔、戴尔、罗斯和比利时登贝莱、维尔通亨、阿尔德维雷尔德共计贡献了7名国脚，此外还有洛里为法国镇守城门。切尔西被淘汰5人，还剩7人，尼日利亚的摩西、德国的吕迪格没能从小组赛突围，阿根廷的卡巴列罗、丹麦的克里斯滕芬、西班牙的阿兹皮利奎塔也倒在1/8决赛。切尔西所剩7名球员分布在4个国家，英格兰杰克、卡希尔、法国吉鲁、坎特和比利时阿扎尔、库尔图瓦以及巴西威廉。利物浦被淘汰2人，还剩5人，萨拉赫和马内均没能带领各自的国家队晋级淘汰赛，所幸剩下的5名球员都成功闯过了16强战。亨德森和阿诺德跟随英格兰晋级，菲尔米诺巴西，米尼奥莱比利时，洛夫伦克罗比亚也在继续征程。阿森纳被淘汰7人，还剩1人，厄齐尔德国、埃尔内尼埃及、伊沃比尼日利亚未能从小组赛突围，扎卡的瑞士在16强战被瑞典1-0击败，奥斯皮纳的哥伦比亚、蒙雷亚尔的西班牙都在点球大战被淘汰出局。英格兰前锋维尔贝克成为本届世界杯上仅存的枪手。相关新闻，大英护右维尔贝克成阿森纳世界杯